你儿子不卖，每一次给家都不卖。不行的，亏本。你行不行？不是你说了算，你妈说了算。这个是有品质的，认真看哦。我看见了，上次找他买了一手小情底的，这一次的话他们要出来一手的。不灵不灵的，很冰的。不是我的台词吗？怎么又变成你的了？二四六八，十二个啊。还有两个。刚才还有两个，哦，这边还有两个，14件，这个真的可以。你看每一片的话都是那种布灵布灵的啊，起胶感的，而且的话总水是起的非常好。我的那个价格，考虑一下阿姨，是这样啦，下次还来的吗？对不对？一手打包14件耶。这个是现金的，拿去现金，好好看。我知道这个是现金的，而且这个好看还不贵，才200多块钱一件。这是上班一件的，知道不？你看一下。唯一件都很好看，而且的话很娇啊。这种叶子才200多块钱一件，而且又大又肥又干净。来吧，帮我包起来，阿姨。下次遇到我来了，价格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蓝色啊，蓝色爱香菇。这种料子的话，就是放到外面去卖的话，1200件是怎么都要的。因为这里的话是全国批发市场最大的一个集散地，所以说的话，这个叶子我只花了200多，买了一件。有点不舍得开个照留个念。下次还来的，好，大卖大卖大卖！这种叶子我们家姐姐很多很喜欢的。下次有出来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啊，给我发个表情，我给你转钱。想买小小百岁的叶子的姐姐们，这一期视频千万不要错过，这么好看，居然才小百岁。喜欢的宝宝的话，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